这把羊个猪。Hello。咋了？我们之中肯定有肉汁，所以我不怕。是的。孩儿没跟上来啊。哎 ，Hello， 你该知道我。哎呦，王大门被砸死了！死大佬，我操！闪闪往左边走了，闪闪往左边走，闪闪闯是狼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魔王夺走，只有朱大强一个人从左边出来，然后就扔那个石头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时间点只有出来的呀！你这么着踩我，有点毫无道理了吧？你从那个通道走出来，你跟我说你，我从蟹堡市出来的，我才是在蟹堡市出生的，我根本没看到他，欺负小孩。柯南想刀我，尸体想刀我，都没了。好，你滚了一个大门，大门打了。朱大强，别！哎，我错，我刀错了，刀错了。我觉得以刁德一的性格啊，他如果是一个正义的人，他不会去刀。所以刁德一在我这里铁狼，然后还有一匹狼，那就是珊珊。珊珊一开始说的是朱大强往左边这个通道里边走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珊珊往左边走。朱大强，我觉得是无辜的啊。那你三三刁德一两匹狼我们已经找出来了，我们投刁德一。这把该出谁啊？出朱大强啊。三三抬朱大强的时候，朱大强都不敢说话的，然后三三一直就说去刀朱大强，这个时候朱大强从人群里马上就跑了，反而就相当于是这个误法。我反抗了呀，我一直在跟他说呀，我是从西堡市出来的，在我的视角来说，我是从西堡市出生的。修可爱，如果说他是警长刀错了，那这明显的呀，我是没有去过的。然后修可爱，完了，马老师被猜死了。那马老师对于我来讲，那他其实就是可能没对准，就是可能枪错人了，这回被猜走了。那这三三跟修可爱呀、啊，那你秀子哥你中立吗？你啥身份啊？你这怎么听麦听不清楚呢？好吧，我是好人啊，过。全票打飞这个朱大强，因为马老师绝对是个好人，而他死的原因是什么？正义使者，因为他刀错了，团儿没死，让狼猜出来了。朱大强为什么那时候要跑呢？很奇怪，当时我跟猴哥和小温是往右边来的，我确实没太注意珊珊，但是珊珊很义正言辞的说，那种发言绝对不是一个坏人能说出来的。直接出朱大强先说一点没有错，而且大强踩秀才哥，猴哥又说三三是狼，然后没有提朱大强。当时我们所有人在那里的时候，就大强嫌疑最大。你会不然就不踩大强，那我只能怀疑你和大强是双狼。场上还有一列，我才是在西堡市出生，根本没看到他。我西堡市出生就直接到那个旁边做那个宝箱的任务了。直接出朱大强。没什么好事。我跟你说，朱大强，你这一轮应该把修可爱踩死，你都不应该先踩我。因为马老师是我认的一张铁好牌，对，马老师肯定是好人了。三三我也认的是好牌，我跟悟空两个人一起的，还剩修可爱小温。我是直接跟大家一起的。三三，你觉得谁有问题？你给我排个狼口，你觉得猴哥和小温？肯定是猴哥，他刚才的那个怎么没踩大强？别误伤我。我踩大强了，我怎么没踩他？你没有踩大强，我就是余额。我觉得猴哥，我跟三三走，有一点点问题。我们两个人走。哎，三三感觉要死。先你待会打先。真的，我有点害怕，你们带着我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修成哥那个出事没？不是，我必须得。谁呀？他俩不见了。去找一下他们两个。小可爱，你慢点走。修可爱，他的反应，当时朱大强有问题的，但他那个反应应该是好人。对，我在现场的那个时候，我看着大强在那狡辩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就死踩大强了。一开始我们几个人是从左边走嘛，我、你、珊珊。我是玉娥。大强，我看我觉得。这辈子别待。我觉得胡哥有一点点问题啊，一直说你是玉娥。有警长，可是我确实有警长吗？我不是警长，我感觉剩个中立应该是秀才。我真觉得够不成中立了。哎，因为你一直就是好人的话，你的逻辑很清晰，你不可能让三三。那咱报身份呗，咱都报，那就报身份呗。我跟三三在一起，别动，别动，先生别动。猴哥，你走开。人呢？哦，我先行。不知道他们两个好像。我不动。喂，这猴哥不对劲。为啥呀？有人吗？哎，你们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秀才哥旁边。等会儿，点火。啊，看到了。猴哥不对劲。看到了。到底是谁呀？点个火来。哎，珊珊呢？珊珊在不这儿呢吗 ？OK OK。
OK。好，怂狼。怂、嗯、不敢动刀、啊。不走这边，确实不敢动刀。那就剩个刺客呗。怂狼，怂狼刺客不敢动刀。怂狼，走错任务去。拜拜。可以。哎，我们两两一组，谁死谁买单。我跟欣欣走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能不能申请三个人跟我一起啊？我这身份需要三个。那我们仨走。我们三走呗。我的那个地方有个任务，这个传说中的狼任务，我是有个任务，但这个是那个。你是不是要做滚石任务？我没有，我得往上去拿。我先喂个鸡腿。哎呀，猴哥也死了，那出仙吧。我也是的，我没有，我得往上去拿。OK。这太没了。我给你们盘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觉得西恩像狼啊？在第一局的时候，我是能看出来刁德一的身份的。他说他刀错了，在我这儿他只能是正义使者。西恩是后来的，甚至他还没在现场的情况下，他直接能盘刁德一是正义使者，然后还毅然决然的要出掉朱大强。那这个卖得很果断，但是他有一个漏洞，就是说什么你的眼界太广了。所以说这一波我只能跟小温对话，你跟我投西恩，修可爱在我这儿只能是猎鹰了。那仙气票不好赢了呀，这把应该输了。哎，我就是狼，我气票。哎，你气票？哦，不，没啥好说的呗，韭菜哥呀，我没办法的，剩我们两个好的。哎呦，我空格键按下去了，我扣不起来了，我去你的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呦，你快捣乱了先！哇！让他来到。那我们就在这儿呢。漂亮仙牛啊。就很棒。